有天哥的磁铁，过来带来换天哥钥匙。再记得第一分跟第二分打点，两个愿望一次满足。对，看起来是挤压大号，但是挤压大号，那加上有那个手跟水性的关系，所以就越过刘静手上了。湖南去冰镇回甘御茶园，台湾四季酸。目前现在要特别小心狙击火。好的位置。我要天哪，好漂亮！看到没？海豚。他就可以感受到之后，就可以继续请他往前走。好，接着讲讲，请问什么叫做附加条件？如果今天来球场看比赛，然后说，这样是不行的哦，不可以限制他要去哪，他买到哪里的票，他就可以去哪里住。好，不可以收取任何的费用，也不能有任何的附加条件。这个时候，大家的功用就来了，要来了，这台就是你要搭的。导盲犬是办不到的哦，所以如果你在路上遇到它的手，它的触觉去完成这件事情，所以不需要担心的。好，有没有大家问题吗？谢谢你。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舞台上，如果你现在蒙着眼睛，地面上。
Thank you.
后第一个打结之后，他喜欢这里玩球啊，谢谢别人了。哈哈哈。